这个路，条条马路啊，通罗马。但是你必须找到那条路，那条路是谁发明的？叫亚当斯密，又是阿多啊。亚当斯密啊，他有个学说叫做自由经济学说，因为以前人是封建社会，老爷子、地主、豪族、士族，下面都是下人、男丁。你看那个以前梁山伯跟朱一来们，他们两个不做事的，就去就地念书了，去杭州念书了，两个你情我爱的，《红楼梦》也讲到了，卑女都不敢讲话。那卑女已经无功，一直到什么时候被打破了？日本也有，日本也有下人，印度有叫废的。那这种封建社会，一直到亚当斯密提倡着一句话，他说人的命运后面有一只看不见的手，这个手在推示我。比方讲说，你现在想睡觉，绝对不是你想睡觉，是后面有一只手在推示你睡觉。那只手每个人都不一样啊，那个叫命运之手。那每人的命运之手操纵你的心理，可能让你一辈子沦为富贵，可能让你一辈子穷苦潦倒，可能让你今天想努力，可能让你今天想要懒惰一天。哎，但是人的一生不能这样颓废了。所以豪族贵族他不需要工作，他生下来就衔金汤匙，他后面那个命运之手眷顾着他一直出现。这个叫亚当斯密说，哎，这个不能这样搞了。那个贵族豪族哈，你们要稍微警惕一下，你要做点事，别说投资银行了。中下阶的人，哦，是，对呀、啊，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奥羽三弟的藏王，藏王在那边。这边是往鸟羽山的方向，那个，那边呢、啊，过去靠日本海是最高山，他们东北最高山都没有台湾高，2236，台湾最高山是哪一山？玉山吗？又忘记了山。我怀疑很多人偷渡客栈。来，我们再做个运动一下，不要猛睡了。哎，前点钟坐下。我们人有三个事情每天都要做的，第一个健康要做，第二个要想到赚钱，想到花钱，有赚钱才花钱，不要猛赚钱又不花钱，那有命赚没命花。